哎呀，这狐狸锅啊，全猪啊，就是朋友们哈，就是对于你们来说哈，你们感觉到这个全猪啊，猪头肉啊，里面放大肠好吃的还是不放大肠好吃？我这人家这两个猪头哈，两个猪头两套大肠一糊到一起了啊，准备做一个那个冷盆哈啊，冷肉啊，就是你们觉得哎，带着大肠好吃呢，或者说哎呀，带着大肠是有股子味儿，你们感觉到是怎么弄好吃呢？